船凄凉的雨，落袂停站破思慕，找无幸福的路途，留伫心只有坚强。半梦半醒过夜暝，看袂你梦中心碎，将归人生所有一切，只有明月天星知阮袂后悔。一条绝情路，寸寸伤痕心无怨道，当作命运来磨，步步是艰苦。一条绝情路，斩断痴心留的痛苦，相信天无绝人之路，何必为情误前途。哪通搁糊涂，伤你心无退路。一条绝情路，寸寸伤痕心无怨妒。一摆，才你甲爸爸妈妈搁斗三工一届，甲阮的后生找倒来。最大的呢，在安怎让阿妈欢喜，安怎安慰小丽后生好无？谢子琪出来对人拢做来苦劝伊投案啊！安尼伊若投案，伊下个李亚新伫海顿集团的地位，一定会尽全力替伊脱罪。到时阵，伊的罪名。就会为谋杀降到被遗弃致死罪，伊敢毋是俊英的情人？安尼恐惊到时阵，伊罪名搁较轻。不管安怎，伊拢是振华的爸爸。等振华大汉了后，我想要让伊家己决定。看是要对我生，还是要对你生？虽然讲这意义不是真大，啊，不过这段时间，你会当跟振华相处，你会当有机会做一个让振华尊敬的好爸爸。有滴卡将来有一天，振华也跟我讲，我想要做谢子琪的后生。到迄个时阵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感觉讲，今仔日你出面投案，面对家己的错误，是真有价值的代志。子晴，爱和振华甲你同款，因为毋知影家己亲生爸妈是啥，一世人有遗憾好。也是，你敢真正愿意，我振华领我做爸爸？这不是讲我愿意，也是无愿意。我会把决定权交予振华。哎，小姐，叫你卖放来阮房啊。孙姐。我是俊英的阿姨嘛，算是当事人嘞。我来了解状况，安尼敢唔过分？余总裁，下一个的人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，请你今嘛卖让阿姨扣坑谢子琪出来投案。我知，我有分寸的。也是，为了振华，我愿意出去投案。嘉欣，天志，子晴讲伊愿意投案，你叫伊甲钱放落，伊愿意出去投案啊！
子琪，你安尼做真好，爸爸真欢喜。子琪，多谢你，多谢你无让阮失望。谢子琪，你总算歪出来投案啦，真是足好诶，恭喜你哦。谢子琪，我是足佩服你诶呢。我嘛顶甲创办人讲，你总算歪出来面对你诶行径。嘛，让伊会当抹消失去孙的痛苦。雅欣，你是做了不起的哦。你有法当考卷，一个人出来面对，也去用破布机刀形容关甲死的命运。可见，子琪真正做爱人呢。于总裁，你不是法官，请你别在这后面讲好不好？什么布机刀形啊？敢不是？即马警方已经找到军医系进前的电话录音啊呢。是谢子琪害死俊英的，俊英出车祸，伊唔打见死不救，佮害俊英跌落水底。俊英的死因就是叫水淹死的。电话录音拢讲啊一清二楚，特别这录音的关键，伊就会当互判到几十年。而且，阮创办人毛青教过律师啊，谢子琪害死俊英了后，佮连续犯过来案件，所以用判无期徒刑，遐嘛毋是无可能的啊。别再讲了，孙姐，恁查到建国的代志，你都无甲谢子琪讲哟，啊，为哪会出来投案？于总裁，麻烦你莫有白讲话。谢子琪伊无害死人，伊无可能去用判这么重的罪。我嘛真同情伊，啊，不过毕竟俊英是叶家的子孙呢，伊害死俊英，创办人绝对无可能放伊出来。搁再讲。你看创办人，伊是大上是小，这是搁较艰苦的呢。到时阵法官甲社会大众，嘛一定搁较同情创办人呢。谢子琪，我看你还是赶紧出来投案啦，无恁得逼，搁无多多走，还是要安怎才好？阿信，剑锋已经找唔到，叶军迄录音，这敢是真实的？你莫管余伟峰讲啥，我会替你请上好的律师，啊，搁有瑞峰啊，瑞峰也是律师，我会请伊斗相共，绝对会当让你的刑责减轻的。啊，若无法当嘞，我是会去判无期徒刑，爱关过来十年嘞。你莫后边乱想啦，别安尼。创办人袂帮我刷的，就算恁真正要跟我斗相共，这个官司是爱拍偌久，到时阵。我的身躯边向你陪我，你无跟我讲叶俊英迄录音，叫警方掌握，是为要叫我投案对无？不是安尼，就算讲警方无掌握证据，你还是应该爱为你做的代志负责啊！你心肝应该真清楚，你所做的代志无可能被判到受轻，啊，不过你还是愿意出来面对啊，想到这嘛，搁在反悔。刚刚你所讲的愿意面对，是想要用忏悔来当作让大家莫再追究的一种手段，安尼敢不是真正的忏悔？真正的忏悔是要接受处罚，安尼你唔才会当安心吗？我若去用关过来十年，我出来就唔知几岁啊！啊，若无你认为讲你做的代志爱关几年，你才愿意接受？你到今麦搁在计较讲警方掌握偌侪证据，你会当阮摸偌侪事实？你搁想要讲条件，迄就代表你毋是真心的悔改。安尼就算你关搁较久嘛无意义。我无爱，我无爱一届一届搁一届的上诉，我也无爱一届搁一届搁去用关倒转去。迄款毋知影去用关偌久的命运，真正够悲哀。没冲下，谢子琪讲的答案，到今嘛要出来，恐惊是改变心意。余总裁，你走来这黑白讲话，到底有啥目的？你破坏警方行动，谢子琪若是逃走，对你有啥物好处啊？
我哪有白讲话？我嘛是俊英的家属呢，敢讲连讲话权利都拢无？啊，即摔现在怎啊？敢讲向这人权比受害者较重要？即摆想爱做的代志是，让阮会当靠抗自私，出来面对伊家己。你伫这讲这有话无话？难道是咧扰乱伊？自私这么需要是阮给伊信心，给伊出来面对一切。 你说徛伫这家公家，什么威胁与建国爷话，你到底存什么心啊？你要给伊信心，不是完全看我嘛欺骗的方式。我嘛只不过会了解这摆规个状况尔。子琪，你莫惊，爸用尽所有办法替你泡官司，绝对袂放弃你。你要听伊话，紧出。谢子琪，凊彩甲你激几句啊，你都改变主意啊？真好。 你上好准备逃走，我保证，你基本绝对会当逃到足远的，直接逃到奈何桥。阿生，我即马才体会到，要挽回一个人。 比爱一个人更加困难。人分开的时阵，我原本想要挽回你，也毋过我做袂到。我真正足爱你的，虽然讲，我有真济毋对的方法，希望你倒来我的身躯边。也毋过，我对你的感情是真实的。 是嘞，是我害死俊英，破坏掉你的幸福，嘛因为这个代志，我无法度面对你，还佫有面对我未来的人生。 你是讲要投啊？你莫搁丢掉啊！你对你无好处啊！啊！你看谢子琪是干啥？伊敢若是干一个青嘞？伊敢会想要利用野心做人质逃走？子琪，你千万不要做我东西哦！子琴，哎，江先生，你去林警员。谢子琪，把你手抬，不给单调，我保证，我绝对袂伤害你。 一条想你的歌，想要来大声唱予你，原谅我含万袂晓讲出我爱你。
我无要答案啦，你若是外省，我就爱你阿星星。谢子琪，你哪有白来遐尔臭宝宝？静子，谢子琪一定是跳过伊骗人的，伊这样爱雅欣，伊无可能去伤害你雅欣的。迄无一定啦，尊姐，我看你还是赶紧攻坚救人质啦。 万一谢子琪也高级跳墙，又李亚欣这番事要安怎？到时阵舆论压力就怪恁警方纵容人犯，伤害一个无辜的单亲妈妈，害伊囡仔变孤儿。李亚欣，咱后世人再搁见面啊！ 你若好生，让我的代志，他妈的身体搞好就够了。你绝不好惊，你家己对你妈讲，你一定要好起来，家己去讲。你敢知影，虽然你一条命不是你妈生，也不敢煞是伊一嘴笨，只是要甲你气大汗，是你替你六世人，你要甲你请了大汗的。你妈妈若无点头。 你都无迄个资格，叫你妈妈得这条命，你有听了吗，谢子琪？<笑>
爸，可是那真正有轮回，我希望我后世人可以当作你的后生，可以当好好补偿你。不过在我人生的最后，有你陪在我身躯边，我无遗憾吗？谢子琪，你无遗憾吗？啊，不过大家拢足遗憾的，你一定要较清楚的。为着你的后生，为着你妈妈，为着雅欣，更加重要的是为着你家己，你一定要活落去。你还较清楚，有听到无？我不准你离开。我无法度在彰化讲白菜，所以我拜托你，你让我跟伊讲，有一个敢面对错误，真答应叫我的爸爸，好不？是，你得跟彰化讲好实话，讲伊的爸爸拢做歹代志，要不过我相信有你甲加油。你袂行免的，我敢那有一个真粗粗的要求，就是我会当继续活在你的身躯内，安尼我就心满意足啊。袂，你袂当这样做事，我拜托你。你袂当放大家唔管，我要大家，我是给你一摆，好不好？新哥，我刚才在电梯听到的，我要你，家己广播电台。我要找一个查囡仔，伊叫李雅欣。我爱雅欣。伊生了普通，伊的名嘛就普通诶。一开始他喜欢我的妈子，甚至我甲伊谈恋爱的过程，嘛拢就普通诶。啊，不过这对我来讲，就是上简单的幸福。有答以上，恋人问。真正就想要去看到伊。青春感讲，嫁予我。子琪姐，雅欣哥，伊阁有听到你的广播啊？伊阁。多谢你这么爱伊，伊一世人给伊的幸福，伊永远都袂放袂记。假使讲后世人你会当搁做伙，莫搁让伊离开你，好无？伤痕变成咱的一部分。一定会跟我见面，我们空中再会。这日咱的窗门，看到幸福的梦，遐尼啊单纯，予咱不再心酸。出大来重生，温暖咱的灵魂。
听你也单纯，予咱不再心酸。是在做迷茫啊！我这疼呢，是真实的。奇怪，安那袂叮当？刚刚你收两千个阿片，我就唔相信，会袂用你。志玲小姐真正够水。果然是大美女。亚哥，多谢你，我真欢喜的。大雨，下半无够在，啊，还是小我。我无安那啦，阿杨哥，你无用几暗嘛，一定真忝嘛吼。袂啦，袂忝啦，我动作较慢，所以袂用好咧。袂啦，已经足水个啊。啊是讲，昨暗我毋知是安怎，我倒去厝个，香香都困去，等你敲电话来，我拢无听着。啊，这难免个啊，啊伊正拄上瘾，代志较济，当然较忝。想袂到你阁会专工走来布置，阁有到这么水，我真足感动的呢。哪有啦，
你看哩。啊，我吼想要听你的意见，唔知哪，哼，我就是感觉哪倒位怪怪的。啊，你感觉？我是感觉这两块桌仔放伫个遮，敢若有一点仔奇怪呢。我嘛感觉这两块差一点仔不搭的。哎，要不然我找规半晡，都敢看这两块靠看尔。迄个仓库内底敢若有一寡物件会当用的，无，咱去找看卖。好啊。哇，还真正变较水的。郑小姐，你真正有艺术细胞哦！我哪有什么艺术细胞啦？我只是学过一点仔陶艺尔。我看会场安尼应该差不多啊，咱等一下，甲光线调整一下，应该搁较有气氛。时间嘛差不多啊，啊无咱先收尾，啊然后甲你要发表的产品甲拜拜咧，安尼一定会啊。虽然是不管的于之云要安怎有爸母，也毋过记者会的采访稿拢已经发出去啊，总袂当让气质名声受到损失。要是先去看卖，至少嘛袂当去受见笑。看来这位大小姐袂输真正参详伊昨讲的安尼，是真心对气质有兴趣，毋是要学爸母。看来等一下发表会应该袂有什么问题啊！哇！这足浪漫，足有气氛的呢。哎呀，这像哦童话故事内面共款。杨哥，我刚才有你斗相共，多谢你。哦，都甲你讲，莫甲我说多谢。你一定甲我讲几啊百遍啦！这哦是我专门科，我建筑系毕业的，这对我来讲小 case 呢。哦，哇！杨哥，你的手哪会拢是伤？我拄只哪会无注意到啊？我吼就太久无提鸡翅头啊，所以吼袂顺手啦。一开始当然爱含伊互相撞击。啊，即摆哦，一定互相了解对方啊，好势啊，这伤哦不要紧。杨哥，你有着要甲我斗相共，你毋若几暗无睏，身躯顶阁受遮尔侪伤，我真正毋知影要安怎甲你说多谢。朋友就是爱互相斗相共，啊，你嘛甲我斗相共侪啊，大家互相，所以吼，这无啥物。杨哥。我阁想要认真甲你讲一摆，谢谢你。紫云小姐，我嘛要再认真回一摆，不客气。好啊，即摆我先甲涂骹拼拼，你哦，歹听，来，坐咧遮。我阁行行去啊，啊无到时发表会哦，徛袂住吼，甲场地无主持，还要白了工，吼。杨哥对朋友这么好，无少代过甲朋友斗相共，啊心肝阁真善良。是安那有人会超过伊欺负伊伤害伊？狂乱伦真足可恶的，我一定要甲杨哥斗相共，讨一个公道转来。我替陆医师的保佑，伊一嘴拢无食，啊，即马身体这么虚，袂输敢若要花起垃圾。无补哪会用的啦？
伊心情歹，当然嘛食袂落啊。迄几天拢干那摕囡仔草因买的相片，安尼一直看，一直看，看到我的心足疼的。就算讲心情歹嘛是爱食物件啊。较暗嘛，我会去买一寡爱食物件，看伊胃口是毋是较好。对，阿算伊人咧。对吼，你无讲我拢无想到。伊拄仔甲我讲，伊心情无好，要出去行行的，哪去遐尼久啊？啊！我知，你是知影啥啦？话到遮尔大声，一定是李婉萱啦！一定也太弱，伊即马无时间管阿姨啊，伊咧想空想空来诱拐阿姨啊！你的意思是，真有可能伫李婉萱遐？无唔对，想空想空伊上高啊！是要走去倒位啦？去掠狐狸。一条想你的歌，想要来大声唱予你。原谅我含万袂晓讲出我爱你。我无想要看到你，你是来这要创啥？你来这尔不知好歹啊！喏，提起来，啊，我即摆有心袂当啉酒，啊，不过我通陪你，听你讲心事。我知影心情无好。啊，我只是要让你知影，有我甲宝宝在这陪你啦。我心情无好，就是因为你。你起码搁走来这，讲你绝对袂离开我。你头壳内底到底是咧想啥？我倒来是你的宝宝，虽然伊即马还阁细汉，啊，不过你的手安尼摸伊，伊一定感受会着。啊，我愿意替你生囡仔，阁有别人骂甲这么歹听，你就应该知影，什么人才是上爱你的。这个囡仔就是证明。人讲我囝连心，我现感觉宝宝即马足快乐的，因为爸爸在伊的身躯边。感觉足有安全感。正义，即摆你新犯的迄挂代志，拢免继续害你造成困扰。因为以后你一定会比即摆搁较顺利。我甲宝宝会继续伫你身躯边，带你斗支持、斗相共的。我知你有这个能力。啊，不过无算，你造成洛伊心内遐尼大的伤害，可是还是我甲洛伊爸爸的感情，一件代志，我袂安尼当作无发生过，我无需要你斗相共。我是真心想要同你斗相共，啊，你失去的，我哪样重新弥补你？而且更加好，更加完整啊！
倒背乱来哦，谁人跟你比啊？阿姨的囡仔是捡你母无钱，你嘛知伊的头路即马出现问题啊？你竟然搁安尼这么不知廉耻，再来对伊哥哥甜，真正是倒贴宣，搁倒贴到病院来哦，这么黏，好，来呢就继续冲水，看冲冲的，是不是会让门甲开的？姐、哎。你这两个计划输给老高不？今晚安怎？空感情好，目眶赤是无？谁跟你感情好啊？你面皮有够厚的呢。正义，你给我过来，别在遐保护迄个袂见笑的查某。伊害若伊今晚倒在病院，袂食袂饮的，你是在遐讲，还是你见了凶手，我什么感情啊？无啦，姐啊，叫伊走就好啊。无需要不搞安尼啦。我真是有听唔对无啊？你真是咧替伊讲话是？无啦，只是。你还继续喷啊？我即马有录影存证，到时阵到法院告你伤害啦。啊！你手机啊防水了不起哦、喔？家家我是赔你的手机啊，要赔你的衫嘛？你告我伤害是要告什么伤害？应该要告你伤害的人是阮若雨。啊！你先搞这事啥吼？看，哎，我咱赔伊3000块啊。是啊，若雨会当告你，妨碍家庭、伪造文书、伤害、恐吓、骚扰，告拢告袂完。到时阵我赔你3000，你可能还会找阮200万呢。你实在足奇怪呢，声声句句拢是若雨若雨的。啊，咱无人关心阿姨啊！伊心情嘛无好，压力真大，真痛苦呢。即马安怎？若伊心情较重要，正义就无要无紧啊。我讲你白目，你阁真正足白目的呢。你想讲阿姨啊，啥人心情无好？迄拢是因为啊，你，李婉萱，你真正足好笑的呢。你害死别人的囡仔，害正义的头路出问题，全部拢是因为你。你即马阁走来，甲正义搞搞滴，放手咧！阿姨啊，我真的是无想要阁对你泼水哦。啊，不过你若是阁甲这个倒跳圈在那搞搞滴吼，我就叫若曦水喷较大，互你头壳较清醒的。我拜托你，莫阁甲我搞搞滴啊！看予你，我心情阁较歹。阿姨。你莫听因乌白讲，就把我定罪。我根本就无伤害朱若愚啊，顶多是朱若愚，伊靠袂得我老爹。敢讲天公伯阿秀啊，把我的宝宝剥掉的，我嘛唔对。阿玉，干！哎哎，李婉萱，你阁继续飞啊？会嘴打袂？敢要我饲你啉一寡水啊？你这个看到正义。有欲火焚身的人，我看以后我要叫正义学兰陵王看到你，就要戴面具，才会当保持伊的清白。那么正义，伊早晚一定会阁予你跳正路吧。来啊，你给我来试看卖。你着继续保护朱若愚啊！你这款黑白来的手段。只有阿姨越走越远尔啦，只有我才能让阿姨想要滴的一切，早晚伊嘛是倒来我身躯边的。来，饮茶哦。想袂到啊，谢子琪竟然用这款方式结束家己的性命，我是感觉足感慨。伊这尔少年，伊厝内底的人啊。一定非常的伤心。伊的本性袂歹，只是对家己较无信心。若毋是我，把伊人生搞到乱七八糟，伊到今麦阁是社会的少爷，过真快乐的日子。阿丽，应该做你拢做啊，这是谢子琪家己的选择。伊最后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阵，上少阁有雅欣，还阁有因家的人陪伫伊身躯边，我想伊嘛无遗憾啊。是啦，伊即世人上爱的就是雅欣，雅欣拢讲愿意原谅伊啊。我想伊离开的时阵，应该足期待
后世人会当甲雅欣搁重好。我甲雅欣讲好啊，我要做静华的干妈，甲雅欣做伙采用静华，让静华莫甲我行同款的路。这嘛算是我对子慈甲雅欣的弥补，也够有赎罪。听因的口气，谢子慈应该是无将我甲伊串通的代志讲出来。其实我甲子慈相处的这段时间，我会当感觉会到，子慈对一开始伊就无拍算要伤害我，伊只是失去方向，唔知要安怎，所以我嘛有意甲伊苛刻。原本我计是有机会当回头去自首，谁知影后来变成那结果，真正做遗憾的。各人有各人的命啦，这就是谢子慈的命，你也免怪你家己。你会当平安回来啊，这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。是啊，人讲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亲像阮阳这款好人哦，就会平安倒回来；，若是亲像谢子慈这款歹人，当然就报应啊。伊有这款后果，就是家己做得来啦。无唔对，人咧做，这天咧看。咱人哦，真正袂当做歹代志。啊，若无这下场哦，就参像迄谢主席同款，遐尔啊凄惨。哎，总监啊，好佳哉，你即马平安无代志转来，这拢是天公伯啊咧保庇。哎，我相信哦，即马歹运哦全部拢赶走，你目睭哦一定足紧就好起来。阿亮讲了无唔对，文扬啊。这几天啊，谢子慈啊，拖你吼去赌博，我看你已经吃真济苦，你赶紧好好休困啦。啊，我已经替你安排好去美国出手术的代志，你就照我安排的行。你若欠啥物件，紧甲我讲，我才叫人传。爸，多谢你啦。那安尼，我先来休困啦。我陪你去。唔免啦，我家己去就好啊。你留二十八吧。好啊，安尼你爱较细腻哦。阿丽啊，这文扬啊，要去美国治疗，爱准备资料啊，我拢传好啊，我藏伫个我厨房个桌顶，你去摕来。哦。爸，你无闲几工啊，腹肚会枵袂？我去煮一仔物件互你食，好无？嘿，你安尼讲者哦，我腹肚真正枵起来。无安尼啦，你加煮一碗，大家拢会当食。嗯，哦，好。免麻烦啦。总裁啊，那好意思哦，为你小姐行走卡。我知影咱附近哦有一间面摊，煮了足好食的，我即马去买，随转来。哈，总裁，等我。麻烦你啊。爸，唔是讲资料放伫桌顶，咱无看到。敢不是公司旧年的校本？这嘛是公司旧年的校本，我哪有两本同款的校本？同款的校簿跟耶稣无同款，所以这本是公司的内销。敢讲爸伫新本灌水，在偷漏税？爸，资料摕来。哦哦。爸，有一个代志，我想要问你。什么代志？爸，
谁来啊？哦，好。哎，小红。好。阿丽啊，你讲你什么代志问我？你问啊。嗯，无啊，无什么代志。是讲爸，阮娘的资料拢伫遮啊。哎，是啊，这内底哦有伊个签证啦，也佫有带伊的手续啦，也佫有其他一挂文件拢伫遮。哎，办这个代志哦，维尼嘛有斗三工的。维尼，多谢你，免客气啦，这无啥。头拄仔黄英妮明明就要甲爸讲啥，看到我来就唔讲啊，这一定有问题。啊，阿亮回来。哦，小小滚滚汤米回来。哦吼，哎，这米看起来一定足好食的。是啊，啊，总裁，趁小食，有汤米、米粉、小菜。看要吃啥，再恁紧。爸，你要吃面吼？好啊，好啊。我给你煮汤。哇，小好喝呢。哎呦！哦哦哦哦！完了不？啊！谢谢。哦。啊，安尼啦。哦，你实在是吼，好佳哉哦，你无拄到迄歹大家。啊！若无一直搁你开手啦，无就是迄帮派啦，连这汤拢袂晓倒。讲这创啥？今日是赌博。是。哎，爸，大家食看卖啊！我阿里的独门配方，来。原本是汤米啦，即马汤拢无啊，敢若剩干米。啊，你是要来食啊？无要紧，干米有干米的食法。哦，不错哦。哦，想袂到这干米安尼胶胶软软的，阁不哩好食哦。哼。嗯。这确实是袂歹，这面确实有好食呢。这食起来甲一般干面差不多。差不多，这你无什么食，规碗芳诶。我这无就是我诶。阿丽啊，恁奈安尼食吼？迄只红葱头配这面哦，真正足芳诶呢。较早我一个人生活，我常常会煮大米，也是米粉来吃，啊，我拢会配这个酒料，安尼真简单，真方便。啊，这个红葱头哦，是用在地红葱头，佮加上芥花油，袂少油的。这红葱头哦，真正合我的口味，哈，真正咱爸仔囝无唔对，爱食物甲拢同款，这以后哦，这常常煮我吃呢。还有啥物问题？爸想要吃，我就煮给你吃。爸讲啥，把我当作是亲生查某囝同款，根本拢是骗人的嘛，开嘴合嘴，拢讲黄英妮才是伊的查某囝啦。想袂到谢子琪最后会是这种下场。哥，你甲伊同学这么侪年，你心情一定真复杂。是啊，我嘛想袂到啦，最后也顺着这条路。所以，我会甲雅欣啊，好好处理子琪的后事啦。因为安怎讲，伊拢是振华的爸爸，我一定要甲斗相共的。那安尼，阿公敢知这件代志啊？你阿公已经知影，这结果伊真满意。这对俊英来讲，也算是好一个交代啊。好啦，莫讲这无欢喜的代志。子玉，我听恁爸讲，你今仔发表会办了真成功，媒体风评嘛真好，安尼继续拍拼来就对啊，绝对无问题。
这嘛是因为有影去搞到三工啊，哦，成功就好啊啦。啊对啊，有一个电视节目要搞我做专访，那些也做回来，我嘛利用这机会先做自己的宣传。啊，是啥物款的专访？啊，咱四个做伙去。啊，亲亲爱微博，应该毋免去。这个专访是我安排的。我是有收到消息，讲有包括媒体想要炒作咱家庭的状况，所以微博较亲近，还是莫去较好啦。可别听我讲过。妈，咱安尼就这部，干脆不用讲过。这看到时阵会安怎讲啊？我在想，这电视剧杨雪红挑拣把这个话题炒作起来，就想讲，让你阿公无欢喜，安尼就影响我伫亚洲集团的地位啊。所以我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，把我的形象做起来。哎，其实我是感觉，你嘛无需要什么代志，拢先认定是杨雪红做的。搁再讲，就算讲真正是伊设计，你嘛无需要受到伊的影响啊。伊当然嘛无法度影响我。是拄仔有节目邀请我，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宣传 Kiss 的新产品，还佮有 Kiss 甲亚洲集团结合的代志。俞美凤真正是厉害，只要抓到机会就反击，甲场面变成家己的。这点，我佮加加学。妈，你这招有够厉害呢！若要运用媒体，杨雪红佮差我太济。好啦，恁着准备一下，明仔载佮我来上节目，好？嗯。哎，啊，你毋是迄落来来哥？啊，你无到家？嘿啦，哦，丢丢实在足多的。我跟你讲哦，阮家变数太刁的，无法度变数，我会使跟你借无啦。啊！啊！不过阮家的庙歹去啊！哎哎哎！你放心，我有神水一桶水哦，伫边啊！你等用完的时阵啊，爱记抢着啊！哈！我知影，我想抢，我想抢！哎！啊！住伫个遮哦，真介无方便的。我想讲，我租约还阁有两年才到期。嗯，未输做兵同款，看起来哦，只有等退伍的时阵才能脱离苦海啊！啊，处处不是讲要来修理便所，哪会到这摆也未来啦？啊啊！多谢你借我便所。哦，无哦，我搁爱走去对面迄嘉宾厅借便所，尤其是吼一套账哦，足麻烦的啦。搁爱借便所。啊，卖遐尼客气啦，哈。是讲你哪会想讲要住伫遮哈？住伫遮哦，除了迄落交通较方便以外，完全拢无优点呢，住伫遮也袂输人间地界同款哦。无法度啦，我著一个人吼，起来台北打拼，想讲吼，要租一个交通较方便的所在。啊，看遮当初广告嘛袂歹，啊，介绍嘛袂讲足悬，我著入来住。啊，谁知影，一入来了，甲一开始看的房间拢无同款。啊，这合约嘛签落啊，若是真正要退租吼，我绝对会了死啦。啊你咧？你哪会只那么住在遮咧？就甲你同款啦，起来拍拼啦，啊，结果什么拢唔捌，唔才叫用骗去。啊，即摆，哈哈，叫用骗久啊，什么拢捌啦。吼，我吼真正挡袂掉啦，我真正就想要退租的啦。退租？嗯。啊，你讲二十万？啊，你要甲我借钱哦？唔是啦，唔是要甲你借钱啦，我是要甲你讲吼，你若想要退租，就要先准备二十万给厝主。啊，若无，伊会用合约甲你压，讲你违反合约，爱甲刷落来迄几啊个月厝税啊，全部拢留清了，人才会当离开。啥货？合约内底阁有这条、喔？所以我半路若想要搬走，我连无住迄几个月厝税拢啊留好了。出租卡来！你拄仔做啥？你甲出租挂电话？啊，无法度啊！我顶个月出水还袂来，我唔敢接啦。哦，我倒害啊你啊！你无看合约对无？
你若是无接处处的电话，啊是讲甲接起来了挂掉，罚十万，十万。小志伟，你敢挂我的电话？你敢出来？哎呀，我死啊，我死啊，我死啊！我来了，我来啊啦！我来了啦，我来啊！合约第八页第五条写得清清楚楚的，处税是交要交两倍。当初合约不是才六页尔，现在怎么又变八页了？啊！我手头这份明明就是八页。我哪会知影？你的会减两页嘞？当初一定是你把我骗的，骗我签这合约了后，你搁家己贴两页去你啊！你安尼是伪造文书呢？哎哎哎！你莫跟我讲什么伪造文书哦！我是有律师的执照，我常常伫咧拍官司的，而且我拍官司。啊，毋捌输过。你若是敢告我伪造文书，我就一定会告到你一世人袂当翻身。啊，还有哦，你看厝头家的电话，这是违反合约第七条第五页，爱罚十万块，所以即马十万块加上两个月的厝税，你爱做伙交出来。若是无交出来的时阵，我会告。依照合约把你赶出去，而且后面的一年半的处税、甲押金、甲惩罚金的违约金，所有的金你拢会交出来。若无交出来，我会告你违约，我会告到你好奇怪，告到你有前科。我比别人靠你近，我比别人靠打拼，处处待人。我嘛是一个辛苦的厝外人。你为什么一直爱安尼苦苦相逼？我今麦已经无钱了，我只好给你我青春的肉体。我比无人看认真，我比无人看较打拼。顶届迄个有啥物甲我学啥物？五子靠梦哦。我告到即马，还搁在咧哭咧。咩？我甲你讲哦，你遐钱哦，即马就要交出来，若无，你甲这签落去，搁还签本票。对啊，你看清楚哦，那是十个月的储蓄。嗯，哪会阁骗十个月啊？哎呦，这你又唔知哦，这叫预防性的，因为哦，你有惯性的欠储蓄的问题啦，就是讲哦，爱签这个本票啦，来赌啦，小赌啦，知影无？我好啦，我就真正无钱啊。唉，好啦，我就直接签落好啊。乖啦，哈，签落就对啊啦。袂用签，千万袂用签。你若是签落了，你就欠伊遮个钱啊。
伊就会当甲你告啊你。我袂签，我袂签。啊！你这个徐艺亮啊，你嘛爱小注意哦。我男朋友嘛是老师哦，伊会甲恁告到去吃迄免钱的饭，互你伫咧内底过较愉快的日子哦。是你洗身躯嘛唔敢吸沙文的日子。是啦，处处啊，你嘛爱给人淡薄时间去撞钱哩嘞。唔对，啊你唔是讲你胃咧疼，啊无时间来遮甲我修理便所，还佫有窗仔门。啊，既然你即摆来啊，哎，拜托者，紧叫人来修理便所佮窗仔门好无？厝头家无用到胃疼到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有去检查哦，医生讲我可能是得胃癌，我的时间已经唔知影会剩偌济，结果你竟然用这款窗仔门的问题。来叫老一个看病的人，恁是怎样？我有我自卑，我善良，我甲厝小小啊做好恁，结果你看，你是安怎甲我报答的？好，你卖搁伫遐咧哀叫啊！啊，既然人破病无爽快，就紧当去休困。啊，拄则搁踮伫遮大细声吼。哈，飞弟哦，明仔载我一定爱摕到迄厝税啦。若无，就爱叫警察来甲恁抓去关。我一定爱甲恁告，让司法维护我的权益。哎呦，这下死啊！啊，我明仔载那我都赚遐多钱出来啦！哎呦，放心啦，这个厝主哦，我忍伊真久啊，所以哦，我有问阮世界集团遐个母啊，伊讲哦，这个厝主已经有可能甲新的条约。甲伊黏伫个咱已经签好的合约顶关，完全拢违法。所以，拄只我用手机啊，甲伊讲话过程全部拢甲录起来。咱即马顺来去报。哎，但是咱敢告赢伊？听讲哦，遐个厝卡拢总告输伊呢。切，我才无咧甲伊请教呢。哦，一时啊讲肝癌啦，一时啊讲胃癌啦，刷落来咧，俺着大肠癌。李永新，我已经联合其他的厝卡，要来做伙组成一个自救会，做伙来甲告倒。嗯，咱即摆就来去找遐厝卡，参详看卖要怎对付伊。好，行，来参详。少婆的代志，我一定要甲爸妈清楚才用的。阿丽啊。爸爸哦，生意啊做了非常的成功，化水的坚定。这维尼啊，对我嘛真友好。也毋过，我若是困袂去的时阵啊，我拢会足怨叹的。我无找到我家己的亲生查某囝。即马已经甲你相认啦，咱爸仔囝会当团圆，我一世人算讲足圆满的。爸，我嘛同款。过去我袂晓想，所以今年过足侪代志的。即届加上谢子琪的代志，我有一个感悟：人哦，平安健康上重要。所以爸，我希望你平安健康，会当一直陪伫我身边。
查某囝，这是当然的啊。啊，不过爸，你是安怎做唔对的代志，让我为你烦恼？我做什么唔对的代志？我是讲公司的代志。之前你甲华安罗有交差，伊是放荡来的。我是在烦恼，爸阁有做啥物违法的代志？啊，若是代志曝光，会去影响到你，嘛会影响到公司呢。你是在讲这哦？我甲黄安伦啦，迄有交叉，迄是以早的代志啦。即马世界集团啊是正派经营，你放心啦，公司哦会经营足好个啦，无代志啦。爸，你是安怎唔讲老实话？公司做假销的代志，我拢知影。阿玲怎会知影？阿玲啊，你是不是误会爸爸什么代志啊？爸，这两本校簿就是证据，是安怎会逃漏税啊？若是去用国税局查到？那较严重，你就会去用抓去关呢。公司赚遐尼侪钱，是安怎搁爱逃漏税？这叫节税，差不多的公司啊，拢会安尼做。那无就是成立慈善基金会啦，将正手的钱啊捐予倒手，安尼洗来洗去拢是家己的。我只是做了较简单尔。爸，别人是别人，那是真正代志曝光啊。你甲公司拢会出问题呢？阿丽，你放心啦，不会出什么问题啦。哎呀，爸。阿丽啊，我有我经营公司的方式，你莫替我烦恼啦。公司没有代志，世界集团啊，一定会经营足好的。好啦，你去困啦，哦。爸，我也是希望你会当较注意的。好啦，我先去休困，晚安。哎，我唔是叫你莫过来吵啦，你是咧？哎呦，我听阵讲哦是阿丁咧，原来是维尼大小姐，是讲是啥物风甲维尼大小姐找来我这间小小的公司啊？我是有代志要来找你讲啊。奇怪咧，啊是我的头壳有问题，啊是我的耳孔有问题啊？我会记得之前明明就有人讲，你把我一脚踢开啦，你去找迄个谢子琪合作。啊，即摆安怎？谢子琪已经领便当去找阎龙吃暗顿啊，还有人月头要来找我呢。黄安伦，你就莫安尼把我口舌啊，好不？我今日来是要找你讲合作的代志哦。歹势啦，虽然讲你即摆也是住伫过家，啊，不过我干那想要甲金公主来讲生理啦，无想要哦含这个假来合作啊。这個黄安伦根本就是一个计钱目金的人，我即摆无法度用身份去压伊，干那会当用钱去使人伊。啊，那是无什么代志哦，无送啊。哎，黄伦，我知影你想要甲阿丽合作，是咧想收世界集团这块大饼，敢毋是？哼，迄有甲安怎咧？这甲你已经无任何的关系啊啦。啊，不过你的名声无好，阮爸甲黄英丽白公家去甲你合作，你若毋信哦？当听。之前你甲华安拢唔交代，伊是放荡来。我
我是在烦恼爸跟我做什么违法的代志，我若是代志表空，会去影响到你，嘛会影响到公司。我甲黄安伦啦，你有告诉，那是以前的代志啦。今嘛世界集团啊是正牌经营，你放心啦，公司哦已经足好个啦，无代志啦。今嘛。跟我合作是你唯一会当学到钱的机会。我爱你替我把世界集团摕落来，代志若成功，我就分你一半股份，予你正式入股，你就变作世界集团的大股东啊！哼，讲到这尔简单哦，你想啥物办法？效果就是禁锢，是安怎会逃漏税啊？若是去用国税局查到，若较严重，你就会去用入去关呢。公司赚遐尼侪钱，是安怎搁会逃漏税？这叫节税，差不多的公司啊，拢会安尼做。若无，就是成立慈善基金会啦，将借手的钱啊，捐予倒手，安尼洗来洗去，拢是家己的。安怎？你无感觉这是一个真好机会吗？啊，这也无什么了不起啊。贵总裁讲的嘛无唔对啦，啊，真侪公司哦，拢嘛是做假销。啊，不过这拢是台面下的代志啊。这代志若是真正操作起来，国税局无可能无去调查。代志真正揭出来的时阵，吼，世界集团的股价啊，甲经营就会受到真大的影响。黄安伦。你是巧巧的人，应该唔免我甲你讲，你就知影要安怎为中赚着大钱啊！吼，我为你的话也毋是无道理啦，代志确实是会用得大，会用得小。安尼你拍算要我安怎甲你合作啊？这录音档我会传予你，你就用这個去威胁阮爸。必会予你加入世界集团的经营团队。啊，不过这录音档是为倒位来？你着凊彩讲一个理由，千万唔通牵拖为遮来哦。因为今摆我无想要甲阮爸拆破面。维尼大小姐，你哦，果然是有头脑呢。这条生意哦，会用得做啦。美丽大小姐，这的窃听器哦，你着提转去，放伫恁家每一个所在。只要我来去威胁郭总裁了，因哦，敢来怀疑我，袂怀疑你，这个来干啊！这是一个好方法，我介意，合作愉快。老婆，谢谢你，然后。若玉，爸，请。若玉啊，你哪走回来？是啊，你身体都还袂恢复，哪会得出院啊？我想讲，回来情况嘛是同款啊，而且我住伫病院，连日逐天病院出来两头走，安尼伤过辛苦啊。哎呦，拢什么时阵啊？还搁咧听阮想？你实在是，弟哦，你就是这么大心啦，什么代志第一个拢想到厝内底的人。你出院嘛好啦，啊若无，李万轩若是大天拢伫遐乱，你嘛无法度好好休困。而且我上惊的吼，就是万一你若是知影老体。姐的意思是讲吼，阿老退了后，嘛定是要做回来啦。你袂当安尼四界爬爬走，若是头壳去扇着风，以后会常常头痛的。对，
我就是这个意思啦。阿姨啊，你紧早落去去楼顶休困啊。哎，爸。嗯。你明仔载透早毋是要甲你遐楼同事同齐食早顿，你嘛赶紧去休困啊。哦，哈哈。若雨啊，你的身体重要，爸爸有替你添一寡保佑。啊，本来想讲明仔载要赶去病院里啉的，啊，你即摆你着转来啊，等你要困进前哦，先啉一碗。 是嘞，我无把囡仔保掉的。爸爸知影囡仔无去吼，你比任何人更加痛苦。无要紧，你还少年，甲身体先养好，以后机会我足多的嘛。尤其心情调整好势，愈紧愈好，哈。多谢爸。 阿姐阿妈，还佫有啥会来咱家？杜天轩，你是在阿公家要创啥？阿姐，阿拢是一家伙啊，你敢有需要对我安尼吃白白？啥物是一家伙啊？啥物阿姐啊？莫点仔有白叫哦，并不真有我教的呢。 早班你拢爱接受我呀，阿姨，我是来甲你讲好消息。你啥拢免讲啦，你只要卖阁出现伫阿爷阁露的面头前吼，对阮来讲就是上好的消息啦。李议员，我想，阮的态度已经表明甲真清楚啊，敢会当拜托你卖阁来搅搅我？ 话讲完，我自然就走啊。而且我唔是来加料的，我是来带伊斗相共。莫卡住我啦，阿姨，我已经请我的客户来斗相共啊，相信你真紧就会返去第一间厝上班啊。你找人去替我关注？政治就是安尼啊。 人脉甲关系就是一切，你若是无我去哦，大侪你有啦，身官你是永远拢莫消失。阿爷去让人处分，暂时休困，迄拢是因为你呢。你竟然还阁有迄个面再来阮家，六月挂彩过有心，我即马是替阿爷前途是想的。免，阿爷，咱趁即马休困，好好照顾落雨，唔免你加班。李议员。 阮若其实确实有做毋对代志，但是该死的处罚伊未闪避，你的好意阮收到，即摆已经真晚，大家拢需要休困，请你出去。原来你大家是安尼只大人客，乌嘴大啦，还是讲我巴肚内宝宝嘴大，恁啥物人无停止要地啊？ 你想要啉茶哦？看起来你今仔日还佫啉无够哦。好，我来倒你啉。你都想要摕水泡啊？看来你就知啊，我即届绝对予你啉无饱，予你一礼拜看到水拢会惊。煞煞起，我不爱啉，安尼敢会使？会惊着好，真暗嘛，你好回去啊。出去啦！够久啦，我想要唔碰你。哎，你莫啰嗦啦，你袂使讲。 大野狼，赶快！我来讲，我也不是小红帽，袂讲你骗听。我洗目睭真正毋捌看过遮尔恐怖的查某人，若是予伊咬一嘴吼，真正是爱等雷公弹，才有可能嘴再开。老公。 当初你是为着要保护我，才会伫个正人面头前公开这一切。虽然讲咱早就知影那组会影响到你的工课，不过即马爱你放弃，你嘛是感觉足唔甘的对无？老婆，检察官守则第一条，检察官要坚持人权之保障及公平正义之实现。
并致力于司法制度之健全发展，不因个人升迁、尊荣、私利而妥协。我若是因为要剥夺我的工作，让李远先搁去伤害咱家的人，我就是反背正义。就算讲我会当做检察官，我也袂安心。你会当安尼想就对啊。树头若徛好栽，免惊树尾做风台。趁这边放长假，好好陪若雨。未来路看要怎行，一边才想清楚。就算检察官无做，爸爸拢听你。保唔着，我甲若雨还佮有哥，嘛一定会听你的。老婆，欢迎三爷回去房间。明德哥，代志我已经叫细人担，绝对会牵着你，请你放心。只是，咱做委会拢无保掉，全部拢要减到倒去啊！你讲哪个会，拢给我吊起来？来了五全胜，想啥物？给我回家啊！到亚洲集团的当家舵手于美凤女士，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位亚洲的铁娘子跟他们一家人的故事。既然吴全胜和你刚好作对，我就一定要回去好看。龙安啊，邓姐吼，敢袂用个麻烦你去节目上加制作一下我甲杜仁德对谈的机会，好不好？嗯，这样可是天公伯赐予我，跟我常常哥接触上好的机会，我一定好好把握。哎，杨哥罗定定啊，拜托的，咱拢看到迄报道吼，那是写什么？杜主席啊，跟迄个余总裁，那是一对呢。而且你看，你看，今天的主题是什么？余总裁的一家人，所以杜主席才会来啊，对不对？安尼你不安怎？我才是阮常常哥的真命天女，于总裁甲常常哥因是因为囡仔的关系，即马目前才住做伙，无唔对，过去因是一家伙啊，也毋过伊即马一点仔关系都无，所以吼，以后机会拢是我的。好啦，罗店长，我会甲你斗三工，等下看状况吼。老板，老板，招呼我看呢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李总裁，你好。哎，招呼都麻烦你了。啊，熊哥，你也来啊？罗丁丁，等下麻烦你走上流程啊。我对你也无兴趣。哎啦，哎啦，哎。啊，对了，我给你介绍，我的好心瑞丰，我就是这家集团的大所长，你都应该认识的了哈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是我的查囝之余，我是 Kiss 集团新酒店的董事长，请多多指教哦。年轻有为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熊哥，来，你来这坐坐。哎，我就是，麻烦你哦，替阮熊哥说道一下，可以上电视看起来较缘投的。是讲哦，你若是用啊伤过缘投，啊，迄观众若是看到你去杀掉你，哦，安尼我的对手就搁较侪啊。哎。开始，简单用一下就好。真系太麻烦了呢。这是我第一遍参加这种访谈节目，小邓，我若是讲唔对，我是要安怎？紧张啦！
这是头一遍来电视台录影，而且我继续拄咧凤姐上访问，我惊我小等会讲唔到话。你莫紧张啦，万免讲伤侪话，一切交俞美凤就好啊。这是伊安排，我相信伊会 hold 住全场，你配合伊做欢迎就好啊。咁真正无问题？绝对无问题。好啦，阿娟，多谢你，有你的鼓励哦，我真感觉较有信心啊。安尼，咱先来，录影要开始啊。会当看到四位做伙出席吼，我们刚刚这是最难得的画面啦。大家拢知影，就是讲俞美凤俞总裁跟杜仁德杜主席以前有过一段婚姻，啊，不过已经离婚啦。不过最近有听外口的人咧讲，恁搁大做伙啊，安尼敢是表示有搁团圆的可能咧？我想我家真正是这么想的。过去我甲杜主席确实有过婚姻。啊，不过因为个性不合，早就分开啊。经过三十年，就算我有囡仔不合，嘛都已经无变啊，无啥物通好计较的啦。啊，即马讲，阮会大做伙，理由真单纯，完全拢想着顾囡仔。严格讲起来，嘛当讲是住伫同一间厝的厝卡啦。啊，无唔对啦。过去我无多予俞总裁一段真满意的婚姻。那是我失败的所在啊！啊，不过我想啊，时间经过遐尼久啊，即马个人有个人的家庭，我嘛重新学习着婚姻相处的道理啊。啊，尤其是食到这岁啊，真侪代志嘛拢想啊真开啊。阮即马袂将男女的感情啊，放伫人生的选项内底啦。等到即马的想的是，阮以后会当互囝儿是些啥物物件，啊，佮有家己以后。自身的规划，我感觉这才是重点，这才是阮会考虑的啦。要不，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杜主席哈。哎，虽然哈，人家讲说哈，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啦哈。啊，你头头嘛讲，感情不是你目前考虑的选项。重点是，我一个问题，我一定要替罗店长问一下哈，因为伊是你的红粉知己，啊，佮一路呢对你拼死拼活，啊，是不是你应该给他一个交代呢？罗店长确实是我真好的朋友啦。啊，不过重点是，我嘛是真单纯的友谊尔。其实吼，大家嘛无需要安尼约来约去啊。我甲阮上上哥，啊，歹势，因为平常时拢是安尼称呼叫惯势啊啦。其实我甲杜主席吼，阮熟识遐尔啊久啊。有当时啊，伊无讲话，我嘛会当了解伊心肝内底想啥啦。啊，我有当时啊见面哦，拢是迄条此时无声胜有声呐。啊，啥物告不告白哦？迄根本对阮来讲，迄伤怂啊啦。阮即卖的感情哦，会用讲到无法度用语言会当形容的境界啊。啊，离婚的翁仔某会当把迄感情变成亲情，是足无简单的嘛，需要足侪智慧啦。我们也应该要好好的来向他们学习哦，看看能怎样达到这样的境界。不过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关心的就是哦，今一阵啊发生一件不幸的意外，就是亚洲集团的副董，也就是叶彦明，他已经认祖归宗，但是却不幸过世了。那么现在呢，就是大家都觉得蛮遗憾的。不过最近有个消息就是呢，叶副董他的顶嗯哦。也就是这亚洲集团的大股东杨雪红已经回来了，那是不是会对亚洲集团的管理做出新的布局呢？而俞总裁，听说你最近也是并购了 KISS 集团嘛，那是不是这个动作让你的女儿俞之云担任新的董事长，也是对于这高层的管理阶层的变动是有一些你自己的想法呢？我想我必须来讲，我感情真是做好我白想的。我跟杨雪红女士已经是几十年的好朋友啊，而且我嘛是亲戚。自从叶明过身了，这段时间，我大家拢真需要杨女士和我较安定的力量，嘛，予叶明的太太会当伫上短的时间内，佮重新振作起来。啊，若讲着并购 KISS 集团的代志，真正是真单纯的商业策略，无任何的牵连，所以请我改，唔通佮我白想嘛。李总裁，要唔讲吼，唔是讲外界要乌白想啦。根据我了解吼，
之前你当署长你交接迄个期间吼，引起呢非常大的这个风波，并不是外口看遐平静啦吼。听讲吼，尤其是前当署长徐美兰女士，其实伊吼有出来指控哦，你们呢等于是强行的，等于是呢用欺骗的手法呢介入了所谓 KISS 集团的经营权。而且当场有人看到徐美兰女士吼，要甲合约吼当场撩破。啊，后来吼昏昏昏死死昏去，搁上病院呢。我感觉这点点滴滴，你爱做一个解释哦。来，关系这点，我感觉讲阮双方面对合约顶关认知有落差，因为前一阵嘛，徐董事长因为着要维持 KISS 集团的运作，付出真侪心力个体力，所以伊昏得完全是疲劳过度，而且忘记个关心过啊。各位，我手上呢有透过管道呢得到了一个隐藏性的画面，好，我截图下来的。首先呢，大概金这款，这个戴口罩有乔装的，这个就是呢叶彦明的妈妈，嘛是业界第三帮。好，因呢一刚呢出现的这个电话，好，这一件事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第二张的图，这里面呢很清楚呢，哎，发现呢，哎，这个叶彦明也就是这个的妈妈呢，她开始攻击我们的于姿云小姐。好，再来下一张。而且呢，做事呢，其实这几乎是要杀人的状态，非常的危险。好，接下来，其实他不止攻击于之云哦，哎，连哎这个在画面里面出现的是杜仁德，我们的这个杜主席，还有包括于总裁，你都在里面。其实像这样子的事情，这个这么血腥的画面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大家该是清楚吧。一条想你的歌，想要来大声唱予你，原谅我含万袂晓讲出我爱你。其实像这样子的事情，这个这么血腥的画面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大家该是清楚吧。文婉姐，敢袂当请你卖停阮的工作，我一样。我承认，阮家的关系是较复杂。我是一个时势，也无方便批评我的时代。也毋过，叶明是我的兄弟，啊，阮三妈。嘛是因为叶明英年早逝，伊伤过伤心啊，即个就是真熟悉去控制做这种代志。啊，阮全家伙啊，嘛拢无怪伊意思，只是感觉足心疼，足唔甘的。啊，阮拄仔才甲叶明的后事处理好势，所以敢会当请你，莫用窥探隐私这种态度来讨论这件代志。其实你袂使用这个用词来跟我说话。最主要是你们亚洲集团这么大，啊，恁即马规家口搁坐遮，马上讲公众人物，你需要甲观众朋友交代哦，清楚较对啊，这个窥探隐私无关系呢。好，我们现在呢也为这个叶彦明先生来默哀哦。那么今嘛后节阶段被开放给观众来提问，顺带一提呢，今天杜瑞峰有一个很特别的朋友来到现场，这个人就是 KISS 集团徐董的查某孙啊，就是沈曼娟小姐。沈曼娟小姐有什么代志要跟杜瑞峰讲的吗？我跟瑞峰混混合合，今嘛跟你互相识。瑞峰，我想要跟你讲，做好你自己就好啊，别管别人怎么看你，因为会了解你的人，就是了解你。不管将来是不是有人会接受你，你还有我。哇，真的是太感动了，有这款的红粉知己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做万斗杜瑞峰先生。现场还有没有其他观众想要发问的呢？好，这位先生请讲。哎，
生怎会这面熟？哎，对啊，你不是于翠云董事长的前翁？啊，前一阵仔都还交报出来。你可真正是名嘴啊！应该低调的，钱都无落高。我唔对，我叫张明杰，我对叶家一切通情了解，所以我即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。之前杜雷锋先生你发生意外，而且真无简单，才叫到了一条命。啊，不过外口人拢讲，伊受伤了后对进前的记忆，啊，佮能力受到真大影响。而且常常讲唔对话，啊，做你公司的能力嘛得无真多。请问这个代志，敢真个？啊，无唔对。我后生瑞峰开始就无简单，才为鬼门关家丢倒来。啊，不过若讲是外界传言，伊的能力甲伊记忆有问题，我伫遮会当甲大家讲，绝对无这款代志。张敏姐。我感觉你的脑部才受到影响，你先来稍微先问这个问题啊。瑞峰确实发生真严重的车祸，啊，不过开车甲弄的人就是你张明杰。嘛因为安尼，你才被起诉。你即马交报出来，竟然走来遮问受害者有啥物影响？这个表示讲你完全唔知影悔改，你唔惊这节目若报出去？法官会把你的刑期判到愈重啊！杜主席，你误会啊！我就是啊，想要关心甲悔改，所以我就专工来遮关心杜雷锋，伊的身体状况甲程度。而且私底下，你拢记住我的好心，我的心意，我也无多去接近杜雷锋，所以啊，我就想讲，趁这个机会公开表达我的心意。甲幸运，杜雷锋，真正就是你。我一直想要找一个机会甲你见面，啊，不过我刚好找到你这位好朋友，伊就叫做吴全胜。我专工拜托吴全胜，叫我转达我的心意，唔知影甲伊讲。你想要讲的，吴全胜嘛讲啊，安尼你有满意无？张明姐，其实你无所找理由来接近阮家的人，因为到即马为止，阮家的人拢无心理准备，也无迄心情面对你。啊，安尼就好了。啊，对了，吴全胜一个好朋友，非常大个，伊嘛拜托我，要甲你问好啊。张明姐，多谢你的关心。你免这么麻烦，去坐坐点名。所有人关心我拢收到啊。我张明姐，敢讲连你哥伦比亚朋友，你嘛会搬出来跟我拍照好？我根本就无识识什么哥伦比亚朋友。啊，不过我顶多是知影胡全这真多秘密。对。刘总裁，杜主席，你一定不识识吴全胜。啊，不过你哪会知影杜雷锋是咱这个朋友？你问题就是要知影吴全胜，你全部秘密。沈曼娟小姐，你哪会雄雄站起来？是有啥物话要讲吗？其实我今日来现场，是有一件代志要向大家宣布。这件代志，连瑞峰都唔知影，也毋过我感觉时机到啊，会影响大家睡眠啊。瑞峰，咱夫妇还遐尼久，我发现，你原来是我等待迄个人，你敢愿意搁重新接受我？我之前捌因为破病伤害你，还佮你的亲人。经过这段时间，你却对我这么好，让我感觉这毋知是真的还是假。
所以我需要你向大家公开咱的关系，让我知道这是真的，并不是我在幻想的。你敢愿意跟我斗三工？我愿意。兰姐，今嘛我要当所有人面头前，要公开跟你讲，我跟你做伙是事实，不是你的幻想。而且今日那是阮妈、阮爸、志云，还有所有看这节目的人，伊拢当作证，咱已经做伙。而且，我爱你一世人。孙小姐，你告白的对象，告是对的，千万不要别告白啊！张明杰先生，我的感情问题，敢那你无需要关心呢，因为咱并无这么熟。你即摆应该开口在做心思，伫忏悔，还佫有小水顶管。若无，就算讲你得过法律的制裁，多家的人同款袂原谅。好，这个阶段咱已经讨论了于总裁的家庭背景，佮有一挂外面的谣言也破除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回来之后再来讨论一下于总裁他一些不为人知的经营理念。干！现在刚好在广告，我们要不要来讨论一下等一下的重点？哦，好。张明姐，你走了上来。雄哥，反正这个小卡卡唔免麻烦着你，交我来处理就好。张明姐，你真正有够好大胆。你把杜瑞峰弄受伤，你竟然搁走来这要讨赔偿？哦，你面皮哪会哈尔啊厚啊？刘林长，这款人唔免跟伊讲这么多啦。张明姐，你根本就无适合出现伫这，请你紧离开。我有代志要跟你讲。万娟跟张明姐是有甚物通讲？院长，主持人问一寡亚洲集团是不是跟海顿集团合作的问题，恁做来讨论一下。李总裁，阮小熊哥的公司吼，免有可能跟你合作啦。万一若是参照 KISS 集团安尼，规个去予你拆食，就啊，就害了了。小熊哥，你千万唔通跟伊合作。假使讲你若歹势去做伊，无安尼啦，我跳出来替你挡。子云，我去洗手间。沈曼君，你讲真正是真威武，迄山寨版的杜瑞峰啊！然后真正杜瑞峰知影啊，一定真切心，把查某人变心，这么简单代志啊！你这开车弄瑞峰的情绪，为甚物厝家直接讲这啊？杜家甲云美凤拢未帮你耍，我真正想，你是安怎这么沉不住气，竟然敢这么高调，再来再插别个人？我是为甚物袂当高调？既然吴全真去这样提你，我就无法当用啊。就陈九林讲的，那杜仁德跟于美凤，我一定会帮我耍。哦，难道我不能把吴全真的手弄掉出来，我叶连志也无好过？张文杰。
你若会这么戆啊，你只要坐遐，徛到恁喙手，你就得到你的好处。就算我予你好处，无你想遐尔济，啊，不过我袂予你要着啊。假使你真正要动我这距离，你就莫怪对你无客气。就算像个来处理掉，我相信于美凤啊杜仁德，绝对嘛袂怀疑我，甚至佫会替我稳我。 过会怪我修理你修理个不够当。张文杰，你若卖伤过贪心，阮袂予你的日子伤歹过。要毋过你若硬要抓代志，甚至要甲火上的死，如大对全胜遐去，爱带回来查。威利全胜伊个毛琼瑞峰，这嘛是你主使的，你个代志也查出来，这是你家己咧害家己。 啊！若全胜嘞，去用关起来时间，出来都无代志啊。而且我会替伊做证，伊早就向我坦白了。你看，代志讲出来，对谁较有好处啊？我知影真不甘愿啊。 不过你放心，只要你听我的话，我袂做我想做。应该予你好处，我一定予你。你家己好好考虑一下。吴全胜、沈曼娟，你嘛是烦恼我，把所有的代志拢压压住，才甲我讲条件。哼，好啊，咱就来互相利用。 我一定有相信，我一定让你继续压落去。张明杰，安怎？好，我的手拿不落了。我认输了。我今天开始，我袂阁把你的想法拢压出来。啊，不过，你利用对方的想法，甲我斗相共，替我。 重新塑造形象，我会当重新站起来。会当做到就做到，阿老婆，今日讲遐多，也是假讲的。无问题，我会说予杜仁德个余美凤、静流，予你嘴巴较轻个。我张明杰啊，你免烦恼啦，连余美凤身上拍着罪名的人。 今麦拢用光鲜亮丽出现在台面头前，这种代志对伊来讲，应该袂困难啦。啊，瑞峰甲曼娟甲张明杰咧讲话。 讲到久，敢有甚物代志啊？你放心啦，像张明杰困觉时，瑞峰要应付伊足简单的代志。安怎？你对家己好心无信心哦？问题是张明杰啊，专工走来遮，对瑞峰也问一挂奇奇怪怪的问题。伊绝对是无好意。人伫咧讲明枪意图安建安防，嘛是张明杰真正私底下咧设计甚物阴谋？ 要对付瑞峰，爱代志伊都好啊。张明杰即嘛是家落水果，无钱无势，讲伊欠嘛毋是咧外口，非得要钱还俾伊过咱瑞峰的，免惊。嗯，你看，毋是平安回来啊？爸，安尼甲张明杰是咧讲啥？讲甚物代志？ 啊，无啦，无什么代志啦。我问你，张明杰讲迄个吴全胜，敢真正是你的朋友？是啊，伊说进前来小一点实习哦，是才朋友啦。哎，爸，你放心啦，张明杰超过伊讲人讲师，是要转移话题，应该无歹意啦。阿姐，是真谢啦。 因为张明杰想要接近瑞峰来有关家己的性格，也毋过伊看瑞峰白睬伊，
伊就先离开啊，真正无什么代志。来，我们补个妆哦，来。来，那个麦帮我瞧一下哈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录最后一段了哈，所以请大家先各就各位，好吗？好。那个主持人来，我们这边。老杨，先坐了。哎，那个水帮我拿走一下啊，我来。杜润的应该原本放志愿上的去啊，那马英照啊，嗯，就请。先生，我跟张明杰安尼继续落去，恐惊你的新闻。 会让伊一夜出来，就算讲新闻无写到出去，咱嘛不用一直受伊的威胁。你敢有想过，明仔载改过？张明杰的存在，一定是你的新闻片一颗不定时炸弹。我拍算要暗中找出个顾律师海血禁锢，甲伊交警方去对付。上好，伊上了伊关，因为以后。 你就无法度继续为我。这个方法虽然袂歹，也毋过嘛是一部险棋。假使有张明杰知影讲你暗中咧对付伊，恐惊伊把所有一切拢讲出来，安尼对咱对你无好。安全，这点你当放心。当作张明杰是安怎对付顾律师的，我就安怎对付伊。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 这是证件取证的案件，即马交你办。要唔过，这案件所有的情形，嘛敢有证件甲知影？啊，证件嘛无伫的，我有问题，我要问谁？讲人人到，证件检察官，你阿拄拄仔好。 我刚刚甲你有取证的案件吼，搞交清楚啊！佟长官，看来你消息无啥好吼，这一日一礼拜来的户籍的消息你也未收到。李议员，这一日的行政处分哦，是我请新函的，是无限期停止。哎，那是讲一礼拜之内要复职的啊？无非你用你的人脉关系去甲人关说。 啊，这你都无需要知影啦。啊，不过你知影我的客户的信任，你绝对会对正义较好。李万轩讲的客户，也真正是大人物，安尼我就惨啊。李万，讲实在的，我嘛是做无爱吼，出外无害。啊，不过实在恁两个人吼，把这代志闹甲伤大，我是必不得已才甲处分的，而且。 郑点真嘛是做谦虚的，伫接受这处分。佟长官，拄则我讲的话，你想我当作一回事？啊，若无以后你是不是会继续安尼唱笑，我都不敢保证。多谢你的指教，我代志要还。 去我的查甫人，真正会气话不安，毋知死活。正义，即边我毋拿来替你恢复直播，都会顺续替你把通理讲救来。安尼后摆，你就毋免看伊的面色。你敢真正有法度甲我斗相共？放心，我讲会出做会到。我已经请我的客户出面斗相共啊，比化水会简单的设立。 你还什么职务？拢有。你的客户是啥？敢真正这么有实力？我的客户就听话哦，大声讲话，你就听话。
当初我未做议员的时阵，我是个秘书啦，啊，拢是我替伊处理代志。我即马熟识人脉，真侪拢是为伊遐牵过来。你愈讲我愈好奇，你的客户真正真有实力，会当一声就发生过。伟弟，你就等咧看。我袂予人欺负我宝宝的爸爸，啊，谁若欺负伊，我就予伊好看。和你大队大队长朱若曦，若雨，代志不是你想安尼，你原先想为我的工作来跟我吵代志。你即马当作我拢找骂啊？吵工作的代志，到时要坐大腿，到时要冷，到时要钱。正义真爱检查官这个工作，伊免失去这根头路。无得卡李婉萱，真正是来帮助正义和解。若雨，你到底什么时阵你才清醒啊？这个小查某自接任正义迄天开始，伊就无准备放手啊，你知无？伊的目的就是为着要把你为正义身边抢走，抢走你郑太太的位置，甚至连你爸带的囡仔也无去，嘛是伊设计的，你知无？江嫂，我的囡仔无去，是你完全设计，无唔对。姐啊，你别再讲老三的代志啊！我就是要讲啦。若无阮若雨哦，一世人拢袂清醒。若雨，你爸到送去病院的时阵，是李婉萱提伊的手术同意书给医生替你做手术的。手术同意书顶面有正义进阶签名，所以医生才替你动手术。你安尼看我创啥？我嘛是不得已。你给我讲清楚哦！我今天无去是你害的。我，迄天你大出血，我想要救你，无你也死啦！你卖阁假啦！我问过医生啊，是你假做正义的意思，叫医生把若雨巴肚内的囡仔顺便处理掉。你这个恶毒的杀人凶手，连一个囡仔你也敢下手？你真正不是人诶！李婉萱，你是我内底遐娘啊！你都是无辜的呢！你为着要甲正义，就让你的身躯边，你甲我的囡仔害死，你甲我的囡仔害我！你个小杂毛，你害死我们出一个孙子，我怕你大后面。阿姨，赶紧救我！我的客妹哪里知啊？我心胸已经受气了。怎么？我吓你！啊！若曦，啊！我是有心的啦。你若是搁安尼跑落去，再出什么代志？你这么是关心伊巴肚内囡仔？你要给伊囡仔，我的囡仔是死好死。老婆，就算你今晚问到底，咱两个囡仔嘛活袂过来。一条想你的歌，想要来大声。
原谅我含慢，袂晓讲出我爱你。就算你即摆问到底，咱两个囡仔嘛活袂过来。伊是咱的囡仔，伊是咱两母兄弟顾家来的囡仔。你讲这款话，你敢死啦！你敢死啦！我的囡仔无去以后，我一直梦着伊。伊是因为受到委屈，伊袂找我即摆嘛讨一个公道。我跟你阿妈讲，我绝对不可能放手。李婉萱。我早就来告你，我告你伪造文书，我告你谋杀人。别告告啦，我无咧惊你啦，食欠饭等。瑞，李婉萱，我等你看你报应。瑞。若玉，我想要去找若玉，伊即摆情绪真冲动，我惊伊发生意外。若玉，就凭你嘛想要甲我斗，好，我就陪你耍，看最后市场落票是啥。嘿，阿妹啊，啊，咱两只阿妹啊，我有传你上爱食三刀米线、饭团、菠萝包，啊，搁咖啡。哎，小弟啊，免客气哈，物件是伊食，大家免客气哦，吼。阿妹，我今仔要来，外口看出一个记者，什么大案件呢？无啦，啊，处理一挂厝租契约的纠纷啦。哦。哎，厝主无简单呢，五十几个人联合要告伊呢。啊，遐厉害哦！哎，扫走去，快点无咱的代志啦。好嘞，这是我的查某囝慧英。啊，你唔讲恁囝咧找对象，两个年纪差不多，大家会当介绍一下。啊，啊。吼，我阿爸特别招我来上沙等，就是要骗我来相亲的。慧英，王组长因囝哦，伫咧大企业上班，足有前途的，唔但人班好，个性佫赞。你会当互相介绍一下哦，做话讲才对啦。嗯。爸，我手机包着导游啦，我来洗手哈。好好好。哎，王啊，你讲恁囝即摆三四岁对无？啊，敢有食好啉酒？无，拢无。遐优秀哦。这警察实在有够有效率的啦！即摆迄个恶一个厝头家哦，已经去互带来问话啊。若是伊去互关，我相信哦，咱就会当放心退散。哎，原来哦，咱去互欺负遐久啊，拢欺负假。实在想，愈想愈唔甘愿啊！气死！黄春桃，五保四回，你应该回去啊。你头头大上，你怎白合约这敢是真实嘞？为什么租卡要通拍掉拢无修理？有人房间无要通，已经超过半年呢。听讲你有法律的背景，请问你敢是职业律师？你敢知影这合约是违法的，而且律师公会内底无你的名呢？
无弄，无弄，你唔通有白讲呢。我是判白人，我好心甲厝小小啊租，互因厝外人住，结果因忘恩负义，重伤我，搁上网恶白写，我已经截图存证啊，我会一个一个甲因告。可恶的厝卡，绝对袂放恁煞。但是你的厝卡拢讲，当初互因看的甲装的房间拢无共款，这是毋是造成诈欺？我有胰脏炎，哦，我今麦足痛苦的，我要看医生啦，哦，巴肚足痛的，哦。各位记者，啊，既然咱都讲身体无爽快啊，就回去看医生嘛，啊，卖问啊，会用一无？但是我听伊厝卡讲，伊一声讲有肝癌，一声讲有胃炎，那伊今麦搁变作胰脏炎嘞？啊？啊！足痛的嘞！啊！安尼，一个胃炎，啊，一个肺炎，啊，你规气拢带炎，拢都掺掺落去啊！好好好好好，不要再炎来炎去了，那炎到最后，胡椒炎都跑出来了。你有看到这两个无良心的少年人，啊，你甲我纠缠？搁害我，予人哭手哭，恁暗时敢睏会着？那你做你放心，吼，我从来唔捌哦，暗时睏到遐尼啊爽。那今仔阴暗哦，我想哦，我应该做梦也会笑。我若想着吼，就要搬出去啊。我就真正是睏袂起安尼。我因有判白，想要加做一挂好代志，想要加做一挂功德，才会好心甲厝小小啊租予恁善食啦。结果恁恩将仇报，甲我创治。天公伯拢伫咧看，你一定会有报应的。你讲啥？你讲你把迄烂厝租予阮，合作做功德，较拜托的。过去哦，我敢听，人若是做歹代志哦，才会落地噶。吼，想袂到，若是无说你去租着你这恶质厝头家租予阮的厝，吼，住伫个内底，袂输逐工伫个地下内底共款。哎呦，我弟弟。好，你消防员救阮哦，去外口解决，叫一警察局卖多查吼，妨碍人办案。妈，恁出去来妨碍警方办案。行，嗯，咱来走，咱紧登去哦，甲迄厝卡公即个好消息，好。即摆就叫我的大律师来甲伊告死。啥？你讲路易已经知影？但哎呦，哎呦，你细你一个啦！哦，哪样？爸，老师打电话来讲，若雨已经知影伊个囡仔是刘婉萱害死的，哎，就激动啊，走出去啊啦！啊，哪安尼啦？伊在找人。嗯，行。哦，看袂出来，啊，查某遐瘦，弄着足疼的。我要来验伤，改革。哎，这不是我的手机啊呢！小姐，你手机啊啦？妈，前阵啊，
我才欢欢喜喜走来跟你讲，我有心啊，我总算要做老婆。结果，才无偌久的时间呀，我的囡仔就无啊。你的查某囝我，真正足无路用的，有两囡仔保袂住。起码可能连家庭都保不掉。我真正想不到，在这世界上，有心肝遐尔凶的人。李婉萱为着要甲正义抢走，伊竟然遐尔残忍，把我囡仔害死。可公平正大讲。你是为着要救我，一口气，我绝对无可能吞落去。我要让你完全安尼欺负我，我绝对要把属于我的公道都讨回来。正义是我最后的尊严，我相信正义会站在我这边，把我做为保护这个家庭的。爸妈，请你给我力量，给我勇气，给我坚强的心，我绝对要好好照顾我的家庭。若曦啊，要到未啊？要到啊！若雨哦，心情不好的时阵，拢来遮找我，帮侬讲话。好好好。江，是啊，阿奶不快了。这回是杜坑的，若雨哦，一定有来过。哎呦，我的手机呀啦！哎呦，哎呦，那走来这帮阿婆啦！哎呦，实在够带衰的。各位好兄弟，歹势吼，我经过尔啦，啊，大家互相一下哈。哦，伫遐啦，喂！哦，哎，啊你咪拄只迄个鼻哥的包租婆？借出名义，唔就是迄当阵对烧对甲要死的迄个债主？我是听讲伊死后才敢转来的。啊，这个人走来伊的墓前要创啥？啊，是迄个什么人？王小姐，啊，你是唔是有啥物代志？啊，就伊把我的手机啊摕走啊，这个才是伊的啦。哦，拍摄，弟弟啊！借问一下，阿玲是伫咧来遮拜亲戚的是？不是啦，我是来咧找人的。你有代志？无啦，我是想讲吼，朱明义加迄朱王阿满，应该是阿婆嘛吼？啊，你是因出来人哦？你熟悉因？我中知影因是朱明义什么人，我甲明义老实讲。啊，不过，假使因熟悉朱明义，无得卡就知影我欢欢甲乐乐伫倒位啊。这查某囡仔的手，哪有一个甲欢欢同款的红记？
想的全部拢是你，留在路边，看人拢双双又对对，为何我的心内这空虚？日日夜夜思思念念的心情，要安怎来表达阮对你的心？心肝袂平静，怀念你头鬃的香味，叫我安怎将你放袂记？一条思念的歌，想要来表达我心意，就算是对到海角天边，我嘛。